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化妆师雅雅。今天呢，特地来为玛丽呢打造出一个 Teddy Ghost 的形象。那 Teddy Ghost 的形象是什么呢？就是女孩们可以盛装出席打扮以外呢，可以打造出一个非常有个人魅力、独特的形象。第一款主要的重点呢，会放在秋冬色奶茶色的口红，还有肤质。那刻意不画眼线呢，用橘色眼影，还有睫毛，打造出深邃的眼神。第二款妆容呢，主要会放在下睫毛还有下眼影。那下眼影呢，我们会用裸紫色来打造出一个个人独特的特色与妆容。